目标就挣个，先还个5万块钱了，好好干个3个月，走两趟就28了，午饭早餐都有了，今天干7楼，300袋鱼泥，2000多块钱了，2400块钱左右。下一趟7楼给你14，但是得扛2袋鱼泥。100多斤，别伤心，有必要做1000块的男人。今天又是1000块钱的男人。一包芋泥从7楼扛下去的价格是7块，两包是14。有的时候为了提高效率，别人扛1包。他就想扛2包。2袋就搞定了，上去再搞2袋，就28了。对，走2趟就28了，午饭早餐都有了。今天要挣500块，一天挣500，一个月打底也是15000的男人。今天准备挣多少啊？今天不加班就挣500，那加班的话就8900。今年有目标吗？打算挣多少钱？今年的目标应该能挣个5-6万块钱吧，还有2-3个月过了就是淡季了，应该那个时候就不怎么忙了。目标就挣个，先还个5万块钱了，好好干个3个月，应该可以。可以的。那很多人关心的问题，能不能记住自己扛了多少，这个一点也不用担心。下去一趟就14块，这少记一趟就白扛了。这个记得比谁都清楚。人多了还可以用这个。现在21趟，升级了。楼顶这么多淤泥，老板选择的方式是人工。我那个这里，这个行，我都不想扛，我也不想扛一包，走到平川。价格也很可以。今天干7楼，300袋鱼泥，只下吗？只下。那得多少钱？2000多块钱吧，2400块钱左右。300块钱。鱼泥也并不是扛下楼就好了，还要用板车拖过去，然后装车拉走。今天又是500块钱的男人。今天挣500吗？今天挣500，挣五百挣的比昨天的500更轻松一点。对，昨天的500块太难挣了。那这个好单喽？这个好，但那个鱼泥偏轻，7-80斤吧。昨天那个120斤，压得我的腰都差点断了。